阮梅，熟悉又陌生的名字。我本以为博尔卡卡卡木把俱乐部会员抹消的差不多了，没抱多少希望。瞧瞧是谁来了。你回来啦？当然，这可是三位天才的聚首。近期正值特殊时期，各科室都在为迎接天才俱乐部的大人物到来做准备。阮梅女士为人低调，一堆人迎接可能不太适应，我就让科员顺从她的性子，一切从简。我前几日带她参观俱乐部成员的画像，让科员们为她也做一幅，但她拒绝了。真搞不懂，算了，她开心就好。我听说阮梅小姐爱吃糕点，就让科员们准备了湛蓝星的传统点心，她似乎每一种都很喜欢。能啊，你自己去找他。他一来就问我借走了相位灵火做研究，然后就找不着人了。阮梅小姐是位不折不扣的学者，听闻她此前在沙漠行星小憩，离开时已创造了当地的物种繁荣大奇迹。她只是随便找了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试验她的生命螺旋体系吧。阮梅很有才华，可惜她几乎不与人往来，活得像个隐居者。行了，能成为黑塔学术伙伴的人还用多说什么呢？听够了就出发吧，看你能不能找到他喽。不清楚，但阮梅小姐似乎对生活琐事不太关心，日常只出入主控舱段和月台，或许你可以去附近找找。月台边有个人，莫非他就是？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有可能成功的。回头我查一下数据。你好，希望没有吓到你。这是我的工作习惯，通过触碰打开知觉，让关于生命的细节涌入脑海，这能帮助我了解你的生物结构。这是解构与再塑的基础。别紧张，你很健康，是个完美的实验样本。我喜欢完美的实验样本。啊，真的吗？我正在欣赏风景，看得有些失神了。我不常出入空间站，今天才发现这里视野开阔，令人安神，适合配上一点荷叶、梅花、糯米，还有糖霜的清香。来这里，看，湛蓝的行星就在我们脚下，它如此充满活力。这甜点也很好吃，分你一半。
甜美的糕点总让人想起花绽开的模样，一口一口吃下去，香气就会留在唇齿之间。希望你也喜欢。好吃吗？下次可以多喂你自一点。去探望斯蒂芬·劳艾德的时候，我总会带些草莓糕，不然他不会露面。嗯，极好的糕点，十克方糖，一朵风干的盐渍梅花，烘焙与烹饪和培育宇宙同理，火候要掌握好，心思要缜密，遇到任何状况都不能慌乱。可惜空间站的人还是多了些，嘈杂的声音和点心不够般配。那么你还记得我的研究吗？不记得了，我只喜欢研究马桶的小故事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这是在说什么？这样啊，很可爱的爱好呢。但要记得，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，在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前，要先把表情藏起来，否则就会满身破绽。我们再来一遍吧，现在你还想问什么？点心很好吃，我还想再吃一点。为什么说不出我想说的话？是个贪吃的孩子呢。可以，我会把配方告诉你。跟我走走吧，吃完可口的点心后，散步是最合适的消遣。人流散去后，这里就会变得十分宁静呢，就像我曾经去过的无人之地。你能想象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吗？在那里，一眼可以望见地平线尽头的恒星。巨大的蓝绿色恒星沿着星轨运行，万丈光芒下只有白茫茫的天地。我和母亲在平静的冰川上航行，在世界中寻找生命的痕迹，邂逅各种奇异的现象，就像在拼图堆成的小山中寻找唯一正确的那片，过程千奇百怪，无比艰辛，却又令人感动，令人着迷。此后每次遇见同样的风，抱歉，好像说了很难懂的话。别紧张，我并无敌意，我没有对你的语言中枢下手，那样太失礼了。我只是加了一点小调剂。此前几日，我向黑塔暗示对你有兴趣，因为我想让你成为助手，你是合适的人选。在模拟宇宙为数不多的接触中，我如此确信。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很难信任自己之外的人。缜密研究中有任何一个数据出错，都会产生问题。我讨厌不受控制的问题。所以，这糕点里加了反吐真剂，它对你的身体无害，只是会让你在回答与我相关的问题时，无法说出真实的想法。把它当作一层保护吧，保护我的研究，也保护你的人身安全。等解决了那些麻烦，我就会给你解药。作为当助手的回报，我可以给你奖励，任何你想要的我都可以满足。我可以给你更多奖励。抵达空间站时，我向黑塔借来斯斯卡尔的造物相位灵火，希望能从其他会员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一些启发。我的确有了点灵感，便尝试在空间站进行生命培育。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会是一种生来就是天才的全新生命。我打算以天才俱乐部第八席拉姆为他们命名，但不知是哪里出了差错，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意识，却和天才全然无关。而且我的放养教育似乎起了反效果，前些天在一次泄露中，
几只崭新培育的小生命逃了出来，流窜在空间站中。我不希望让黑塔或艾斯达介入这件事，所以我希望你来帮我回收这些小生命。我很信任你，这件事与他们无关，而且参与的人多了就会有麻烦。空间站的科员们应该还只当他们是外来访客，我不想现身惊动更多人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拜托你了，回收的小生命只需找一个地点收容即可，这种科员应该对此比较熟悉，会给你合适的推荐。人流散去后，这里就会变得十分宁静呢，就像我曾经去过的无人之地。是的，我与母亲二人在那里度过了11个漫长的极夜。什么？空间站收容危险实验品的地方？正常人打听这个做什么？等等，是不是有人派你来套我话？我可没在空间站搞什么小生意啊，我一点也不知道什么特殊的藏污地点，更没倒卖过什么破铜烂铁啊、奇珍异宝啊、废弃奇物啊之类的。我没在掩盖什么，倒是你鬼鬼祟祟的，到底想干嘛？不说为什么，我是不会回答的。哦，是这事，这你都知道，消息蛮灵通的嘛。这会儿空间站一团乱，有大人物要来，大家原本就够忙的，又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一堆小怪物。你要解决这事，就去收容舱段看看吧，去了就明白了。好多人，看来就是这儿了。天才俱乐部第81席阮梅，响当当的大人物，生命培育领域的大师，很多科员都对他慕名已久。可他一来空间站就鸠占鹊巢，哎，黑塔女士也完全不管。是啊，把空间站当自己家了，到处都是他的研究笔记，扔了一地。结果反倒有一堆人追着他的手稿看个不停。阮梅在做研究时喜欢用空间站的收音机听一些东西。有些小科员是他的狂热粉丝，会对着他的收音机不停调台，搜刮他平常的爱好。你知道阮梅女士喜欢听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都用收音机听相声。果然说不出任何和他有关的话了。不愧是你，看上去就像会说相声的。听说阮梅女士对糕点的口味十分挑剔，你了解阮梅究竟喜欢什么吗？不知道她，但我喜欢吃西瓜口味的。果然说不出任何和她有关的话了。爱吃瓜是吧？一边去。嘿，看我搞到了什么，据说这是他们通过留言还原出来的低配版阮梅生命培育配方。上面这么写着，10克拉的灵性，1吨的练习，30威力的星阵，1点点于青图女士的毒酒，曾制造出不停说话的椅子。没什么本事，但嘴很毒，已经拆成木头烧火了。哎，咱们试试呗，首先要选择原料。还得再加点好东西，别撒多了。现在把它们混在一起。哎，等等，配方上说阮梅在培育生命时会有不同的表现。你自己看你培育出了什么吧。只是刘星是最棒的，他的情绪感染力如此之强，他的正能量感染了我们所有人。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来着？第一，停止抱怨，调整心态，
用美味的芝士流心止住负能量的传递。第二，自我赋能，提高行动力，走在芝士流心的极致信念上。我们的教旨在于芝士流心味最佳。你不知道吧，芝士流心是阮梅女士的头号追随者，她用这种方式进行宣教，献上爱心的人都表达了对阮梅女士的尊敬与爱戴。罗斯顾母先生的追随者都比较理性，但他们也在翘首以盼机械贵族的到来。哼，看你有兴趣，我就告诉你觐见芝士流心大人的方法吧，你得自己努力。把爱心贴满阮梅女士曾路过的地方，只要你足够诚心，芝士流心大人就会现身。这家伙就是阮梅培育的小生命。觐见芝士流星。你还愣着干啥？哦，听不懂大人的语言？没关系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我们专门调制了联觉信标。哇咔咔，我就是天才，天才中的天才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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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太惊险了。哇哇哇哇，知识流星说，阮梅女士终于意识到了本天才。哇哇哇，知识流星说，阮梅女士是否承认本天才是成功的作品？哇哇，知识流星说，阮梅女士还未认可我是合格的生命，我还要继续努力。啊，多么积极的知识流星。有一种思念叫造物主，对于世界你只是一个人，而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啊，阮梅女士。嘿，你就是你。你没什么想对知识流星说的吗？你至少该表达下对知识流星的追随吧，别让我们怀疑你是豆沙灰灰派来的奸细。你这个没心没肺的点心，差点忘了说不出和阮梅有关的话。你嘘，小点声。哎呦，知识流星大人虽然看起来充满激情，但内心可是非常细腻的。他这么努力不就是为了得到阮梅女士的关注吗？其实知识流星大人一直在和豆沙灰灰进行口味抗争，知识流星大人坚信人们的生活要积极向上，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阮梅女士的认可，很不容易。那当然了，咱这儿也没有支持豆沙灰灰的呀，来闹事的也都被策反了，从抗拒知识流星到爱上知识流星，这就叫口味上的概念吞并。我只有一事不解，知识流星大人这么优秀，为什么得不到阮梅女士的认可呢？唉，他真的很渴望她的爱。造物主对造物的爱？亲情？不太像。爱情？更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唉，我说不清楚，我连宇宙的尽头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怎么会知道爱是什么？但有爱就对了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，这就是知识流星大人的信念。
这得征求大人自己的意见。啊，哇哇哇！哦，知事留心大人同意了。你来了，黑塔把我和罗斯姑母叫来空间站，为了商议一些重要的议题。他还给斯蒂芬发了邀请，但他没回信。黑塔似乎不想再等了。接下来，我希望你陪我一同出席。我不想黑塔为那些琐事操无谓的心，虽然他多半也不会在乎。以防万一，我需要一位能帮我说话的人，也就是你。帮我个忙吧，很简单。首先，不要透露我的秘密；其次，不要多问；最后，管理好自己的表情。嗯，我们走吧。嗨，阮梅，等你好久了。哦，你也来了，看来你们相处得挺愉快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先生。罗吉，重逢来得比推测中更早些。虽然没有邀请你，但欢迎。记住这历史性的一刻，三位天才共处一室。这事有多久没发生了？下一次又得多久以后？肯定，除模拟宇宙外，我们少有彼此交流的契机。我很期待这次碰撞会带来怎样的思想火花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认为是时候为模拟宇宙再找一位合作伙伴了。你要把斯蒂芬踢出局？不，怎么会？斯蒂芬不想掺和这事，投了弃权票。行吧。我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但他没机会参与这场决策了。提问：为模拟宇宙引入第五位合作者。对，第五位天才。我们聚在这里的理由，各位心里都清楚。除了答案，还有什么能把天才俱乐部的家伙召集在一起？没人能拒绝星神的秘密，赞达尔也做不到。会有人回应我们的。如果来的人是波尔卡卡卡木呢？那不是正好？寂静领主，你在听吗？我是黑塔，我想见你。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话题。波尔卡卡卡木应该不会回应，他失去音讯很久了。概率，原始博士可能会出现。哦，那不行。且不论原始博士那对劣迹斑斑的研究，他和巡海游侠的恩怨肯定会被公司大做文章。别了，我可不想模拟宇宙沾上奇奇怪怪的舆论。余青图呢？阮梅，你和他还有往来吗？他还活着吗？如果要谈论这个话题，可以让他先离席吗？
因为过程会很漫长且无趣，不必占用别人的时间。哦，当然可以，他本来就是你带进来的，你决定就好。来，我送送你吧。对了，这是什么鬼？看起来像是程序错误。啊，这个软莓的切片，你在模拟宇宙里见过吗？模拟宇宙就是我的家。那，我又开始说胡话了。应该是个偶然产生的错误事件。行吧，无所谓，我习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省事儿。只是有点好奇，软妹，你会继续留着他吗？会吧，根据记录，他挺喜欢这个世界。行，我同意，只要对研究有益，你想做什么都无妨。来吧，亲爱的，我送你离开。怎么了？还不走？看看是什么家伙喽。空间站的空气令人舒适，结论，知识在其中流淌。我期待另一种思想的加入，我将等待尊贵的来客，予以对方最高的礼节，相信知性的火光将在摩擦中迸发。看来是我多心了，黑塔只是一时兴起，很符合他的作风。啊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，不过会议是我最头疼的事物，看样子很难脱身，得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了。我见你回收了主控舱段的生命体，非常感谢，你做得很好。没有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黑塔开会的这段时间你能更方便地出入空间站，有些事我得早点告诉你，等会议结束或许就来不及了。我的生命体回收还没完成，他们不止一个，还有一些被存放在某个封闭的舱段，黑塔用那里接待各路银河来客或是天才俱乐部会员，但受军团入侵影响，它不再对外开放了。如今那里存放着我的大麻烦。嗯，空间站的秘密远比你想的更多，黑塔也是。一些信息倒是可以透露，那里也会用来接待非人形的访客，有连通外空的接驳车。我把自己的指令卡给你，把手给我，我为你将指纹录入其中。亲爱的，注意安全，如果你遇见实在解决不了的危险，就给个信号，我会不顾影响亲自出面。记住，在舱段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培养皿，那里存放着我的大麻烦，等你回来后就来月台找我，那时你会明白一切。被封闭的舱段会是什么样子？这家伙是怎么回事？看起来和主控舱段的不一样。嘶嘶，黑塔女士，开启舱段，嘶嘶，用以接待。
异界物种，银河访客，高危警戒区域，嘶嘶，服务人员，无机生命，嘶嘶，已授权给阮梅女士、黑塔女士，都行，她开心就好，嘶嘶，嘶嘶，是小炒饭机器人的双生机器，炒冷饭机器人，嘶嘶，维持舱段运转，无机生命的工作，嘶嘶，接待嘶嘶访客，请问需要查询什么？地下一层，中转中枢，嘶嘶，地下二层，接驳车，裴阳敏，危险奇物收容，嘶嘶，走廊，危险，嘶嘶，接待嘶嘶访客，请问有何需求？结论，无法进入，嘶嘶，概率50%，仍有路径可以查询。判断，寻路需求，嘶嘶，建议前往地下寻找培育路径记录，嘶嘶，炒冷饭，嘶嘶，炒热饭，嘶嘶。相位灵活的火种很有趣，可惜研究还未完成它就消失不见了。我开启了新的尝试，这次的两个样本生长状态良好，我在概念中加入了个人的口味喜好，我不确定这么做的结果。他们同时拥有两种情绪体征，可爱、软弱、敏感、爱哭，凶悍、教唆、霸道、自信。有趣的是，他们也拥有一种倾向，思念自己的造物主，对其产生如同天然存在的，因而对母亲、生命、对食物、人与人的奇怪的情感。啊，门外有动静。这就是阮梅口中的大麻烦，只是换了一种口味吗？我的作品，负能量太多，不喜欢负能量。软妹，我是失败的。什么声音？跟着我吧，没事的。得找个地方安置这小家伙。刚才的声音似乎就在附近，是从锁住的房间传来的。怎么进去呢？
竟然有这么一大群。啊，你也在这儿？看来这里就是单向通道的另一头。阿茶在机械城中的最后岁月给予了我启发，如他那般长寿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。现在我可以确定，本次培育结果为不合格。生命的形式成千上万，也因此证明形式本身并无意义。这些生命在各自的概念上走得十分遥远，甚至能引发通感的连锁反应，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开始迷茫了，生命的本质这一提问是否原本就没有答案？赞达尔，你也曾这样迷茫且绝望过吗？你在示意我去更前方吗？生命五光十色，我坚信如此。它的绚丽如乱花迷眼，而我要从中采撷永不枯萎的那一枝。事物的规律总是外表庞杂动人，内在却简单质朴。万物归因，一行公式可解众生迷茫。自懂事起，我就乐于观察微观生物的生命痕迹，譬如年均吞噬物体的速率。我也将宏观的世界尽收眼底，研习宇宙至今的发展进程，都很简单。我要弄清的是生命的本质，每一个体都拥有却不自知的事物，无论是存在的物质性，还是超出物质之外的不可知物。为避免对科学产生盲从，我谨慎提出质疑：软媒能否如坐标轴般剥去外界纷扰，探明生命最本源也最美丽的存在形式？我想到有一种生命形式足以令我承认其不可捉摸，那就是亮。听起来很适合他，在这里待一会儿吧。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开了。隐藏房间，嘶嘶，仅软梅女士可使用，请出示凭证，嘶嘶。鉴定通过，嘶嘶。选择以下服务：一、历史培育记录查询；二、无机生命陪伴谈话服务。该功能已损坏，嘶嘶。这是……我想到有一种生命形式足以令我承认其不可捉摸，那就是令史。令史为何物，我不得甚解。学者将其视作心神力量的代性，那么是从何时开始，又是在哪一点上，它变得比其他生命都更接近心神？起初我试图培育一位天才，但我失败了，此题尚不可解，还有漫长的路要探索。但宇宙间的命途并非只有智识一条，如果抛却理性，在其他路径上是否存在更原始也更纯粹的令史？当然存在。塔伊兹玉罗斯，通过模拟宇宙，我得以窥见环宇蝗灾的始末，攫取虫蝗及其子嗣的数据，复制培育，从而开辟全新的研究分支。很合理的判断，我一定会成功。由我还原出的他将绽放前所未有的生命。黑塔和罗斯姑母会喜欢这个实验吗？应该不会，所以在他们察觉前，我得加快动作，并寻找一位合适的助手。鉴定通过，嘶嘶。选择以下服务：一、访客记录查询；二、培养皿入口开启。软梅女士，嘶嘶。异界物种，嘶嘶。石膏头男人，嘶嘶。
好像比之前多了什么。权限开启，嘶嘶。是楼上传来的声音。哎，远处似乎有个人，是谁？看，天才的一步棋，你该如何破解？哦，只有白痴才会问这种问题。只要下在这里。你看起来很苦恼，遇到麻烦了。既然如此，自己想办法吧。愣着做什么？你时间很多吗？我看不像。坐电梯下去，你要找的东西就在那里。提问之前不如先想一想，答案是否对你要解决的问题有益。如果没有，最好别问。显然你我的时间都很宝贵。啊，算了，就当做个示范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也知道你在为阮梅办事。我本是空间站的访客，误入此地，目睹了他的实验。我的目的大抵和你相同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便不会干涉。可如果你失败，我就会强硬介入，阻止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你知道这些就够了。一共两句话，非常高效的沟通。因为我见不得蠢材，当然他们也不想见我。真正的阮梅造物就藏在下方的巨型培养皿中。走吧，顺着这趟电梯静静见证天才的杰作。繁育令史的复制体，怎么可能？不太好办啊。维持自身的存在，彻底湮灭，仿佛从未诞生过。哼，威胁已排除，不必留在这里了。这算结束了吗？必须得回去找阮梅问个明白。天才们的会议结束了。关于模拟宇宙的未来，结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那边。看样子你生气了，对吧？对不起，我没什么可辩解的。时至今日，我的实验失败了无数次，结局也总在预料之内。我创造了一个复制体，但它和那位令史的距离，终究遥不可及。我该怎么向你解释呢？我不擅长与人交流，受困于时间和场地，他的生命编组只能算半成品。我复现出他诞育的瞬间，
但很快它就会化作粒子消散。和所有的生命形式一样，在走向终点的过程中逐渐迎来结局，我并不排斥这点。但短暂的一生也应有意义，我想知道它能做到些什么，这代表了我在未理解的领域中走出了多远。微不足道的一步，和预想中一样的答案。我没有除研究以外的生活，人们总认为这样的代价超乎想象，但对于我，它似乎可以接受。事实上，我并不喜欢一切总如我规划的那样进行，没有变数的实验是乏味的。也因此，我很高兴，在这个几乎都是如期到来的故事中，还是有着意外之喜。我必须承认，在过程中诞生的这些小家伙，他们有时令人动容。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一种类人反应，是与神性截然相反的概念。他们具有感情。感情的表征可能是积极，也可能是消极，但其中植根心底的爱是永恒不变的东西。他们离天才尚有距离，因而无法分辨这种爱是友情、爱情还是亲情。可天才就能将其分辨吗？至少我做不到。我不理解爱为何物，也无从回应他们的感情。在你眼里，我做错了吗？不用将答案告诉我，我只是有感而发。该如何照顾他们？留在空间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我这样很不负责吧？抱歉。对于自己的造物，我常常不知如何面对。返土真迹的药效也将过去。日后若有人提起我，你随意便是，或者说不曾相识也好。反正，我们之间的记忆很快也会如烟雾一样消散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因一些不愿提起的往事，我很难信任自己之外的人。如果不希望秘密泄露，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将其销毁。返土真迹的伪掉会让你忘记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一小段时光，它不会立即生效，而是一个缓慢朦胧的过程，就像荷叶、梅花、糯米还有糖霜的清香。你或许会想起有人在空间站做了任性的实验，但不会再记得是谁。也许有一天我们又重新相遇，但你不会再把我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。这样，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牵绊就会被抹去，友情、秘密、纠葛、欺骗都会一同烟消云散。这样会让我们更加轻松。我相信罗斯姑母还会继续留在空间站一段时间，她和黑塔还有问题没有解决。我很快就要走了，但不会特意跟大家道别。还记得我提过的无人之地吗？等研究告一段落，在间歇的休息时间，我打算再一个人去看看。偶尔我会想念余青图，每逢告别，他总会给我调制一些好喝的饮品。希望不要遇到波尔卡卡卡木，不然可能会很麻烦。不知道下一次天才聚会是什么时候？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难以回答。感谢你，我的助手先生。如果有机会，如果你愿意，等再次相识后，我们可以一同去无人之地，航行于平静的冰川上。但那样的话，他对我们二人就都不是无人之地了。真是一道难题啊。